在中医学的角度，子宫肌瘤呢，其实是属于那个针织的范围。我们中医的角度呢，如果那个病人有气血有瘀滞，比如说气滞血瘀啊，或者是情绪有问题，常常不开心的话呢，都会容易有子宫肌瘤的问题。在临床上面呢，症状包括就是那个经血呢会偏多，而且呢，有时候会觉得下腹部会觉得会有疼痛的现象出现的。在临床上面呢，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情况，我们会透过那个望闻问切来确定那个体质，来辨证施治。比如说我们用的药啊，或者是选的穴位，都是根据那个辨证论治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透过那个针灸来减轻那个子宫肌瘤，或者是控制那个子宫肌瘤的问题。在临床上面，如果我们不及时治疗那个子宫肌瘤，有很大的机会会增大或者是增加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知道自己有子宫肌瘤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立即治疗。在临床上面呢，如果子宫肌瘤是长在那个子宫的外层的话呢，通常就不会太影响那个怀孕的几率的。但是如果是子宫的内膜方面，或者是靠近那个输卵管的话呢，就会很影响到那个生育的那个能力，或者是怀孕的几率的。子宫肌瘤的患者啦，如果在临床上面就要避免一些基因改造的食物，还有呢一些生冷的食物，因为生冷的食物啊会令到那个子宫肌瘤了会增加或者是增大的。Fine, Doc. Your doctor is here.